你们是来拉屎的吗？既然都是来蹲坑的，那顺便来看个视频吧。You want me then, but easy come and easy go, and it wouldn't. 薯片里面有神秘战将，吃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超市啊！买回来了，一共八款，不同口味。还有原视频有同款，咱们也买来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从乐事的黑松露口味开始。这黑松露口味我还没吃过呢。哇，黑色的薯片。我把它放。那我吃了，是什么？把它全部拿回来。从这边看，这个里面是空的，但是说不定这里有夹层，咱们得拿刀给它割开。这个厚度应该可以，正好能直接切到那包酱。怎么搞错啊？怎么这么难切啊？我只是想吃一包蘸酱而已呀、啊！哎呦，切开了！现在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！气死我了！跟我想的一样，果然就是没有。既然你都知道没有，你干嘛还买这盒？那下一盒，这盒可是你挑的，是玫瑰花瓣口味的呢。我是喜欢吃玫瑰花的啦。怎么了？居然有点香呢。出来吧。哇哦，里面还有玫瑰花瓣颗粒。听起来也不像有夹层的样子呀。不过这个瓶底看起来也是空空的呀。这个玫瑰花瓣口味还真的挺不错的，我喜欢。废话就不多说了，咱们直接上刀切。这玩意儿真难切，我们只使点劲儿啊。行了行了，已经劈开了。果然啥都没啊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模一样，又是啥都没。那我当时拿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我？少说点废话。下一个，这次是我挑选的牛油果味的。嗨，盲猜一下，它是绿色的。那甭废话了，这上面都有图片呢。哇，果然是绿色的。哎呦，还有点香呢、啊、上面还有白色的糖粒儿。哎，这个瓶你摸起来有点厚厚的感觉，搞不好这里面真的有夹层啊。哎呦，怎么感觉有点破不破呀？我天哪，该不会真的有吧？真的有点难割破啊。哎，怎么一下子倒进去一半了？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开，烦死了。这怎么有个芥末味啊？芥末味啊？我怎么没吃出来呢？不好吃啊。现在我宣布，全部都没有。Maka paka aka waka mika maka moo maka。什么全部都没有？我们还有五瓶呢。第四个可比克。这次我们不从头了，直接从屁股开始开。哎啥也不是，还给我薯片全都干碎了。这怎么吃也挺香。不行，我不死心啊！我死，烦死了、视频同款，这要是再没有怎么办？再没有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抽出来的人，问他在哪买的，然后再去买两罐。先来个原味的吃。这薯片为啥连个抽屉都没有啊？我这暴脾气直接上刀。切不动了，换你吧。瞧你那点小力气，这玩意还真难开。哎，对了，让我来掰。开，还掰不开了。行不行啊你？这一个都没有啊这。哎呦，这又白忙我。果然就没有，气死了。这边还拆不拆了？拆。必须得拆，这瓶要拆不拆，我就一人血书。都在我家出一款单番茄酱呢。行了行了，别想出了。好没意思。果然又是没。那就从反面再开一遍吧。我开了开了。怎么怎么？不是吧？太好了。明天咱们家就来个青椒炒薯片、白菜炒薯片、胡萝卜炒薯片、土豆炒薯片，满汉全席，够你一个人吃。别让我一个人吃啊，这不是你要玩的吗？不想拆了，真的不想拆了。
我也不想拆了。要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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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是吧，学大学的怎么长得这么样子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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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哎，说蛋糕才有点咸。大清早的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事没事，熊二蛋糕吃的太多了，哎，撑着。你才吃饱了，撑着你。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就……哎呦，我没看错吧？哦，这是香的掉渣菇？不是吧？那是蘑菇？那不是一坨屎吗？啥？香的掉渣菇？太好了！你真香啊，吉吉，你咋说大便香呀？你什么大便？你们两个真是什么都不懂，这可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啦！不信你们也尝尝。啊啊，恶心了吧？啊，熊二，光头强又在砍树了，快去阻止他。啥？哎，等等，哎，熊蛋，熊二看起来不错。李老板舔着我这么多工钱呢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哼，他要是敢不给我工钱，我就把他拧成麻花。喂，谁啊？喂，李麻花呀。哦，不不不，李老板啊，我最近几个月的工钱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工钱嘛。喂喂，李老板，喂喂。好，哎呀，又来砍树。小熊熊，你们又来捣乱，看我无敌光头屎壳郎。原来是假发。小熊熊给我站住。熊二，熊蛋，你别管俺了，你先逃吧。熊二，好。熊蛋，你太无情了，真是够笨的。好痛啊，这剧也太离谱了吧。光头强打扮成了美少女，熊大熊二还涂起了口红。不过啊，其实这都不算离谱的，听说隔壁村的佩奇更离谱呢，一起来瞅一瞅。很多泥坑。现在是早上，佩奇和乔治在花园里玩耍。看呐，乔治，这有一个很棒的泥坑，我们跳进去吧。佩奇，乔治，这佩奇和乔治长得实在是太惊悚了吧。哎呦，那个泥坑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下子就陷进去了？快点儿，我们要出门了。可是我们想在泥坑里跳来跳去呀。别担心，我保证今天会找到很多泥坑的。我们要去树林里面愉快地散步了。这树林里有没有泥坑呀？有啊，我觉得应该有。大家都做好了没有啊？做好了，爸爸。那我们就出发喽。这树林还长得什么样啊？尖起大大水花，我是个小泥坑。这树林有在种啊？怎么弄不了啊？我们来跳泥坑吧。那么佩奇，你要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？这是一个会水花四溅，而且还会泥浆四溅的。这就是一个会水花四溅、泥浆四溅的泥坑。不是的，爸爸，这可是世界上能找到的最棒的泥坑，我要给它取名叫做佩奇泥坑。佩奇喜欢在佩奇泥坑里跳来跳去。大家都喜欢在佩奇泥坑里跳来跳去。
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这家人都什么癖好呀？竟然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，还把头给栽进泥坑里啊！这怎么是动画片呀？这简直就是恐怖片呀！